的时间，然后改到今天，并且到这个时间点上一起透过视讯。我是插画家，我吃素、劝素、退素，敢不敢这样跟人家讲？我吃素、劝素、退素，我是一个插画家。大家一定都觉得一念之间的日月草迁，一下子我也不晓得他这个在讲什么。哦，原来你如果特别去注意到他的上人给他的法号，他其实把他的法号拆开下来。总之没关系，就是一念之间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所以王宣芳《我的改变》的绘画创作在这边呢，这一篇的文字是由我们的杨慧莹师姐，高雄的慧莹师姐，而我们的美编是我们的洪瑜婷。基本上我非常喜欢这一篇的这一个设计，我就跟瑜婷讲说，瑜婷她是一个插画家，那这些画是她画的，所以你要不要想想看做什么结合。我相信那个谁啊，宣芳应该是很满意的。那现在这个图大家应该呢就是很熟悉，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人间菩提就是就这一个部分去做剪辑。那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年轻人就是企划。那慈月师姐特别讲到了一件问题，她是说宣芳啊，在这一段时间一天到晚都是穿着这样的衣服，结果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其实是要工作的，我们不要让他们来然后觉得可惜，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到最好的。当佛教碰上年轻力量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大家都有一份心念，就是当上人的手脚眼跟整个身去传递慈济这几年来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或是整个国际所点滴，还有古早以前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是很珍贵的。有九位，好，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然后慈月师姐特别讲到宣芳，她一个人要独当，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面向去企划之外，还要做彩排的部分。同时间他因为一直都是穿着那样子的衣服装，然后他们家的老板就说，你到底在忙什么？好，你们要演绎的给我两张票，我去看看这段时间你在忙什么。那相信一定是非常感动的，所以这是企划团队里面。然后年轻的他是因为我们熟悉的慈月师姐的姐姐，金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带出来的，我是宣芳。这一场新进的慈济干部来新店静思堂分享，包围在众多年长者之中，这张年轻面孔特别醒目。因为我算是最比较年轻的，对，所以也是比较之前有非常多的是需要跟很多的前辈师兄师姐去学习。从鼓队到推素走了7年慈济路，年纪轻轻就当上干部，王宣芳可是一刻也不敢懈怠，因为承担干部的这一刻起，从前跟往后就截然不同了。因为过往以前可能就是只要自己好，或者自己演绎动作到位就好，那其实这一次的心灵转变是承担嘛，可以点细面去串联，感受到慈济的不管是任何的力量，或是说慈济已经不一样的传递内容跟另外一种使命。不过王宣芳不是一个人，他的引路人就是法号慈让人，好，就是慈让师姐，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因缘哦。那我们是慈月为偶像，很多人，但是慈让是慈月的偶像，他的姐姐。好，所以这是我去跟他们去马来西亚知道的。那承担了以后的宣芳，我们其实在新闻里面并没有去听到宣芳承担什么，待会再问问看他到底是承担。哎，你是承担和气长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在新闻没有。但你看看哦，现在这个是游民，所以宣芳也会走进游民的部分，然后去探访这些街友。但是当有这样的一个要去跟我们的关心户来做大扫除的时候，年轻的力量也加入，
这是很不容易的，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呢看起来气质高雅，然后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当然是因为有感动。那每个邀约的时间都不一样，基本上呢，我邀宣芳是他来高雄，就是我们要演绎的时候他来高雄，然后我就很大方的跟他说，宣芳，我们来邀约您上线好不好？这一邀约就邀约到年底了，就是很久。那我们看他的专业，多年轻人加入，因自己是擅长绘画这个部分，所以呢结合了一个艺术，都会在脸书上面分享了许多法华经的一些内容，让他们会觉得哎，佛法是贴近生活。我们就好，这就是让大家知道，那因为他本身有这样一个专业，所以你看像岁末祝福来的时候，岁末祝福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需要去藏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年轻人展现的能量。而在场外，大家也把感动化为文字，有的祈祷平安快乐，有的祈求疫情消弭，小朋友在爱心贴纸画图贴在祈福墙。结合祈福墙，大家其实就是希望三件事嘛，大家可以如素，也希望自己手心向下有能力好命，懂得去布施，那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说结合大家的这个能量啊，一起祈福这样。对，好，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嗨，美美的宣芳已经等待我们很久了。宣芳，第一个问题先回答，请问一下，你承担干部是和气长吗？还是不是？是核心活动。核心活动组，哇，这个不容易，热烈的掌声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哦，年轻人站起来，就在今天，虽然他没有莅临主场，但希望有机会看到美美的宣芳。那宣芳呢，今天透过视讯连线的一个方式，一样要展现年轻人的力量。好。好，上人、净社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宣芳。那就是刚刚如同主持人说的，我法号是明谦。那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缘分，可以跟大家一起高雄读书会。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念之间所变的。那在开始之前啊，我想要先给大家看一幅创作的插图。心境真的是源自于我们自己所设定的高度。假设在二楼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欸，怎么下面的人好像是在骂你或是在指责你，思维上面会比较窄小。那如果你站在六楼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欸，楼下的人啊是在跟你嗨打招呼。那如果你又站在十楼、三十楼或是更高层楼的时候，你看的风景一定是更宽广、更辽阔，那就如同上人一样，他所思考的、他所涉及的所有的深度、广度，一定是像站在更高的上面一样。那如果我们站在不够高的或是不够宽广上面呢，我们只要一点的风浪，就足以让我们给淹没了。那在开始分享前啊，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有福报哦，我们这一次真的可以结合这样子的无量义，以及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透过无量义的法随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在慈济里面的四大资业也好，八大法印也好，我们落实走入人群人间，才会有我们现在所有慈济人每一个人的点点滴滴。但呢，现在刚刚看到的这些呢，都是我走入慈济样子的我。我之前大学的时间呢，其实啊，我是站在比较矮浅的角度去看我的人生。那我是读视觉传达设计系嘛，所以你会发现我在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其实都把钱花在我要穿什么，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想我要染什么样的头发。重点是你可以看到我左边那张照片，是我非常爱穿破裤，就觉得齁，破越大越 fashion 越时尚。那学生时期更不用说，我真的是每一周都在 party， 都是在玩，而且都是玩翻天，甚至是真的是夜店不断的续摊，然后唱歌等等的。你也会发现到我以前的眼神啊是比较那种凶的，也很锐利，很容易就是傲慢
动不动就是会让我生气，或是会马上会拍桌子骂人的那种状况。但是现在的我呢，就透过慈济宁愿所学的佛法，去真的是落实脚步走在法水里面，而且用双手敞开的这个心去迎接宇宙间想要让我学习，跟你每一刻会显现的人事物，你就会发现到哎，真的不是偶然咯。就像今天刚好有这个缘分可以就是上线跟所有读书会菩萨们相遇，这个也是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这样子的因缘。但我走入慈济改变了我什么，其实真的要从这个因缘说起。就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毕业，那中正纪念堂有见证大和尚圆梦问缘的演绎，那时候其实我对手语妙音都不太会，所以我一睁开眼就是不断的练手语彩排，练手语彩排。那时候我根本不晓得我在做什么，所以我就看了见证大和尚的这个影片。我真的那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句皎月之我月传灯去他乡，波折不能煮心境洒心香，就是这样子。他六次的东渡日本船法一次一次失败，因为他那时候可能不晓得地球，他可能不知道想说哎，应该是直接这样子过去就好，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样子不放弃的这样精神。所以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到现在还是被这首歌曲跟旋律给环绕着。那时候我2016年就开始受证啊，头绪培训，然后在社区开始有很多的活动。那其实我知道因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希望可以运用自己所学。那想在开始之前又来给大家看一张图，我不晓得大家看到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进来慈济的根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人是小草，有人是大树，但是都是唯有透过上人的法水，同样平等的教育滋养我们内心的心地，我们就可以开启不同的绽放，不同的花朵与慧命。那在慈济里面呢、当然改变我非常多嘛，也多了很多善的足迹走到我的生命里面，不管是在环保上面啊，或是在原本在社区营队司仪等等的。那在2016年其实是开启我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加入了慈济鼓队，那里面当中真的认识到了非常多的善根的年轻人，一路一路到现在，就非常多的企划年轻人都是从这样的鼓队一路开始的。那就如同主持人说的，为什么读书会这么重要，不管是以前的父母恩重，或是法华经，或是无量义经，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包含主持人或是导读者，他们生命的这个旅程滋养，透过每一句话当中呢去转换，所以我们都可以快速的去学习跟得到精髓。那也更了解啦，付出付出再付出，真的是在慈济里面印证了许多书籍里面的内容。那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会一起做环保净滩，做口罩，还有照顾一些老人们去做抚慰。那我真的就会觉得一生无量，无量一生，生命真的有在不同的流，会依照不同的爱去串联同磁场的人事物。那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修行真的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或是在深山，或是闭关都不跟人家接触叫做修行，而是真的慈济这条道路真的有够赞。你可以走出去跟人群互动，慈济人的善与爱的频率真的是你做出来的，就是要让你看慈济啊。到底是看什么？就是用你的心去看，有人啊就会欢喜投入，就会发心说啊，有人欢喜的时候啊，我要投入更多啊。如果踢到铁板哈，我就啊，我不爱走啊啦，哦哇。不想做了，这个人好讨厌。好，所以其实真的都是像刚刚这个名称所说的，一念之间，就是这样的一念之间会命，有人成长，有人消失。那我也相信这条道路不是给我们在吃棒棒糖的，因为吃棒棒糖就很像在天堂般哦，好开心好开心，很享乐，但是你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做好事。那唯有在人间啊，你当这个粗的石头，你去磨它，越磨越亮啊。在慈济里就是很像在拎咖啡啊，是扣的啊，因为越喝你越甘甜。
那就像刚刚影片当中，我们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也有一起去北车发放啊，或是一起送爱到非洲。所以其实在慈济里面啊，透过教育的这个层面去承担去学习，可以添加自己生命当中的彩笔，包含你的深度厚度，你就跟以前完全截然不同的了。所以我们慈济人呢，也会运用年轻人的方式去推广卢素，会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哦，年轻已经漾起来了，慈济都已经更多的年轻人一起透过不同的创作，一起呢可以运用所学，然后一起串联。那除了我们国内可以看到的所有爱跟善串联着，我们在国外，我们也走入了远离舒适圈去见苦知福。那我就有跟另外两个年轻伙伴，我们去义诊，跟着义诊团队去柬埔寨马德旺。我那一次是我人生更转变的时刻，我更知道我不是盲目的去做慈济，我一定要运用我所学再去帮助人，或是再改变其他的人。那这一次看到的好多的病人啊，徒步其实是走了十几多个小时来看义诊，所以很多的小孩子其实都是跟在家人旁边哦。他们呢语言不通啊，我们就只能用游戏，用比手画脚，用画图的方式陪伴他们三天，很开开心心的这样子，就是透过欢乐，然后让他们远离病苦，已经是忘掉哦，原来我牙痛，原来他肚子痛。那孩子们，我们其实都会有跟他结缘七彩笔，想跟各位分享。我那时候拿着这个七彩笔，就是可以换头的，给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第一个动作让我非常的震惊，他把这个彩色笔给给吃下去。我语言不通 ，no， 我赶快跟旁边人说这个是笔呀、他们把这个当作是糖果，就要这样吃了。而且也在旁边的志工跟我讲说，他们这一辈子并没有很多的小孩子上过画画课，所以他们可以原本从这样子黑暗当中去画出颜色，添加他们心里中的不同色彩。我就在想，我们台湾的人真的太幸福了，还有孩子们打开铅笔盒，一打开什么颜色什么香味都有。所以真的做慈济，你会知道手心向下能付出是非常幸福的。那如同这一幅图画当中跟文字，真的付出不是拿出多余的，而是舍出我们原本拥有的。我不晓得大家这次演绎当中有没有看到德恨品这一句话，就是大船师运载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我不晓得大家听到这一句有没有很欢喜，宣芳听到这一句是非常欢喜的，因为真的好开心，是这样子大船师他可以自渡，同时他还可以渡所有旁边的人，这是多么美好的。那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之前2022年9月的时候，花莲有玉里发生地震，那时候红展主任就打电话过来说，宣芳，第一个时间你可不可以赶快去帮忙，你有空吗？因为台东的师兄师姐真的比较年长，他们需要年轻人体力帮助。我那时候二话不说，就是马上请假，而且那时候其实已经半夜了，我赶快打给另外一个年轻人，问他可不可以一起请假去帮忙。结果我们买到玉里的火车票，我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下，因为火车那边的地铁都已经毁损了，所以我们必须搭到花莲再转车子。那一路我们那时候就跟师父们一起去发慰问盒啊，分动线去关怀。我们还有素食的店家一起去制作食物，就是给他们暖胃这样子。那时候我被分配到那个东里村复兴的部落那边哦，老人家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地震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晃完，我们就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们不敢，他们连续，你可以看到左下角，他们连续四天，所有的邻居、所有镇上的人，通通排在一起守着。因为他们原住民的头目就说，他们思想很单纯啦，不知道为什么地震，还想说是不是自己做的、人类做的不好，山神在生气了。但是他那时候告诉我们，他这样子的路程，我们要千里迢迢过去，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路上很多都已经有裂掉。但是他看到我们慈济人蓝天白云，他觉得这一晚他们非常安身安心，而且又可以吃到一个热腾腾的面。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真的以身作则，让我们的同事、朋友，甚至陌生网友感受到。因为就是那一次的请假，我通常请假真的不是去玩乐，通常都是做自己，我就临时请假。那我们公司的同事呢，他们不是生气，也没有说啊你没有找人家代理哦，直接都是回馈说，那你要小心哦，你要注意安全，我也想要尽一份心力。那让我觉得很温暖之外，就是真的平常我们要结好缘，我们不是只是慈济人自己做得很开心而已，不管其他人，或是自己慈济最重要，其他都不顾，不是，是我们平常当中我们一定就是要存很多爱的主款。那我们到2023年2月的时候，我们土耳其发生强大的地震嘛，所以驻台办事处土耳其那边就委托我们慈济去这样子的打包整个整理震灾的这个物资。我们2月9号那时候，我们就所有地勇好多的数以万箱，可以大家看到好多的物资都不断的这样来。那时候我站在那个二楼往下看，我那时候好感动，我觉得到底台湾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其实真的就是每一位有爱心的人。你可以看到地勇好多哦，都是不同信仰的人，然后也是都不同的年轻人来，但是大家都是想尽这一份的力量。尽管土耳其离我们台湾很遥远，但是爱是没有距离的。所以那一次呢，我们年轻人大家也一起发起，在脸书在社群告诉大家哦，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可以一同参与。那时候呢，我们有非常多的网友私讯说慈济人最有效率，也有好多人哦说他一下班可不可以就过来帮忙，哪怕只有30分钟一个小时，都是这样子的走入我们的进食堂。而且我觉得年轻人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大家的这样子社群效率呢，比投放广告曝光还厉害。这就是把所见所闻像真善美般传递到所有的社群媒体。所以我又觉得真的耶，这世界其实缺的是大家扬善，缺的是爱，而不是批判。是可以看到许多动人一幕一幕的画面，有军人，有童子军，有国军，有福伦社，有慈青，好多四面八方不分你我去串联在一起。那我们呢也去美丽华百货公司那边站点3小时，我们鞠躬木心木爱，为的就是让走过去原本是要去写给去看电影的人，他们有这样子的因缘，也可以手心向下去跟他们结一份好缘。那自己本身是念设计的嘛，那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案子，那那时候在帮忙画打卡墙，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募集 BNT 募款疫苗，那对我来讲，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这笔费用超值笔呢？我就跟那个店家说，你呢把给我所有要给我的这个钱呢全部就是捐给慈济疫苗善款，那同时呢这个你也不用写我的名字，你写你这个店家卤味店家的这个名字，那二话不说他马上就答应了。那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爱，去透过不同的效应以身作则，让其他人知道慈济是这样子的大爱。那如同自己的专业又在想说，到底又可以怎么样去木心木爱？因为自己不会香鸡，也不会像很多师姑师伯做好吃的豆干啊或是什么的去募款。那呢，我就办了一个冥想的活动，以及创作流水画，让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起呢纷纷把这个报名的费用呢捐给慈济 BNT。在这边想说的是，我相信现在线上所有的人各行各业基因也非常多，但是真的赚钱没什么，重点是你要怎么样运用自己的所学可以用到社会，再套到慈济里面一同付出，这个是很重要的思维。因为有上人有说，我们的心脑要怎么样更多串联在善与爱的周遭，所以每一次看到慈济人这样子哇动起来的画面，其实我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像小小螺丝钉，但是却是把关所有每一个小细节，因为一起有这样的秩序去完成每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也不晓得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但是我们可以手心向下去成为别人的一盏小盏灯，
去照亮他们，就像萤火虫一样。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会觉得要怎么样套用到工作上、生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在慈济里面小圈圈。所以我就运用公司的一个场地，我去举办了一个爱心二手市集，就是一起爱惜物命。然后又同时呢，我们不单单只是有人卖衣服二手，也会希望大家可以有吃东西。那时候就有年轻人说啊，那他要自愿去做素食的紫米糕或是素食的提拉米苏。同时在这时间呢，就可以内外环保，爱地球又可以爱天地万物。那随着自己在慈济里面成长，其实真的今年感受非常的多，就是不是快乐做慈济呢，是真的是有使命的承担责任，跟有使命的去担所有一切的事物。那今年浴佛节嘛，那时候刚好也是承担空间布置的 B 组。我那时候其实承担布置花卉的时候，我想说哎呦啊，不就当天那个斑斑草放一放就好了。哦，原来不是耶，是要在开始之前算好尺寸，然后浴佛的物资，所有花卉的布置，这样子的种种，还要让跟慈亮师姐还有丽婷师姐还要不断的一直讨论。所以我这次得到了一个结论，真的要圆满每一场又一场殊胜的活动，这个背后是很庞大的作业。之前我就是打鼓完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是今年真的彻底了解到，你要从头到尾，从花的设计摆放，然后每一个数量植栽分配是多么的细致，多么的要用心才可以圆满每一个。所以你也会发现今年很特别哦，年轻人都出来了，这一股磁场跟力量吼，就真的是让人家很心生欢喜。而且左上角大家应该都最近常常看到他，就是右线师兄，他呢是眼睛，他虽然看不到，但是他用耳朵以及他用心去用心的一同去圆满。所以真的大家做中学，学中觉，不断的这样子去担起来串起来。啊，这一次不瞒大家说，这一次的小巨蛋演绎真的今年压力山大，因为一天才24个小时，你撇开睡觉工作，你要怎么样工作置业上面去调配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包含其实常常六日的时间，我们企划团队要不断的想动作气编，还要排练影片，甚至不断的要想怎么样可以让大家3个8拍可以很顺畅的去走到自己的豆豆图，自己的位置。一个人不顺了，马上在群组里面说重新更改所有动线，不断的一修二修三修，这样子的去调整所有的每个动作跟每一个位置这样子。那从高雄改到台中啊，又再改到台北啊，就这样一路这样改。那之前不断的其实5、6日这样子都要不断的搭高铁下去中南部，那最后的时间是在台北4个月嘛，紧锣密鼓的练习。其实说真的光我们就好，其实是不单单只是脚力的酸哦，身心会累，会酸，会疲倦，也会觉得怎么撑下去。因为身体其实真的就是达到极限了，因为我们也是要上班，那压力也很大，一闭上眼睛想的就是想下一个动作该怎么走，怎么教，有没有办法每改一次能不能安抚社区他们不开心的心情。但是那时候我想要疲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句话，我想到这一句话说到，上人说我是真的把这个当一世大因缘，如果随我心做就是一大世因缘，但是如果随你们大众的心就是敷衍。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也把它截图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福可以这样子的听闻佛法，还可以透过我们的身口意去录经藏，又传递给更多人。那时候其实我就跟上人分享，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情，不晓得大家也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思想我们这样子的演绎，假设我们未来的100年、200年、300年，又到底是谁可以看到我们慈济的这个大藏经无量义法随诵，那又透过他们的如是我闻而继续传递者跟演绎者呢？
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那真的，我来不及走过慈济之前的点滴，但是我从进入慈济的这一个片刻，我所存留的慈济的足迹，就是我可以从这个时刻开始，就像上人那一场雨，看到施工的那一刹那，他那一套书、那两个法名、那六个字的法属，为佛教、为众生。那佛陀真的也是这样子讲经说法49年，我们透过演绎当中，真的好像时空穿插的那种交错演绎，仿佛你真的置身临佛时代，去聆听佛陀这样子的教法，这样子的摄心，而且真的是在那样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这样子泛拜的，这样子唱诵着无量义片段，还有一日不坐一日不食的这样子的进师家风，这一段啊，是我入经藏里面当中最喜欢的一幕，就是这样子的揭开这样子的序幕跟这样子的内心开场。那你也可以看得到，他们以前的师兄师姐真的是省下5毛钱去投这样一念心，那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竹筒，每天投不多，但是有这样的一念心去投竹筒呢？那我看到这个画面，我也是感受很深。西门林边尸骨四散，送葬队伍喊声震天，哀伤亲群，功名前权一切执着已无关。真的，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手就是这样子紧紧紧紧的握着，但是我们真的离开后，我们手也放了，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其实我们的执着都是我们在平常时间把凡事看得太重了，我们不懂得去洒脱。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幕的时候都觉得真的都是这样子的摄心，这样子的处理感动。那真的3小时哦，总共26幕，搭配音乐、灯光、大荧幕画面、走位啊，不断的这样换不同的图腾。我相信，高雄是最先嘛，过来台中，过来台北，每一场入经藏的志工，真的就是这样子克服体力、脑力、时间，然后这样子的历经超过40场大集训跟验收。那这个呢，也真的不禁让我想到电影里面右边的这个汤姆克鲁斯，那时候刚好就是上演了3小时的不可能任务啊，那时候呢他是在说自命清算啊，我就会觉得真的耶，我们慈济所演绎的这样子无量义法随诵3个小时，就是慧命盘点，以善以爱去照亮我们全球啊。那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是我相信慈月师姐或是所有承担的窗口们，真的承担吼，真的这一条道路上是孤单寂寞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大家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是要不断的在重新规划武功秘籍，好让在每一次共修的时候，可以让更多菩萨们知道每一个拍点跟动作。因为很多人可能共修就是我来你教我我做就是这样，但是背后的所有一切的这样子的串联才可以有圆满的演绎，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真的不管怎么练习，慈济人真的就是很厉害，就像上人最近也讲到的，不同的人口一念心，就不只是那样子的去动作熟练，而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是砍到顶诶，1000多人大家这样集聚，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呈现。那其实我就想到就是之前的华晨玉啦，真的在4个多月将近5000多人演绎，仿佛是一阶阶登上这个灵鹫山的这个大法会。那演绎落幕了我们结束了吗？没有呢，演绎只是在我们里面当中把每一个演绎的段落给做好，让很多来看的人感受得好啊，这个就不是最后咯，我们是真的要把怎么样演绎当中去落实到我们慈济的生活当中，落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再迈立下一个化成。那我也相信真的我们所选择的正确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哦，可以看到我们右边这张
我们凡夫的这个思维啊，是比较局限矮小的。右下方有一盏好小好小的一个台灯，它照亮的这个四周范围是很狭隘的。但是如果我们往菩萨道或是往成佛之路，跟着上人对的方向走，这个光啊，哇，散的就会更宽广，就像太阳四射千里。所以真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宝珠真的就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要坚守我们对的道路，与其我们人生通过，不如我们真的要把握我们当下，去创造我们人生的价值。假设我们明天如果突然真的怎么了，你是否会有遗憾？你是否会有遗憾？那我们真的在2023年呢，从快乐志工到承担使命嘛，那以往真的都是参与的心态，但是这一次呢，真的是成就的心念。那不过回过头来呢，最重要上人在不断的跟我们讲什么，就是在讲到这二两三年来疫情这么严峻，我们身为慈济人就是大灾教育，如素如素还是如素。如果现在没有如素的这个家人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如素。因为我知道我们台湾人吼，很多人很喜欢吃沙西米啦，日本料理等等的。但在途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想一件事情，如果在影片当中的所有里面的内脏、眼睛、嘴巴、身体都是换成动物来夹我们，这样的世界会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不吃他们，我们不会死，但是我们吃他们了，他们就会因为我们的口欲而死亡。而且其实我现在会觉得，除了我们慈济在宣导素食之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些是肉食文化的人，但是大家好像会从小会有个迷思，会把动物吃肉当成理所当然。但是我们想想看哦，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看上去，爸爸妈妈、阿公、爷爷、奶奶不同的气味在菜市场里面这样子的贩卖，我们还敢吃吗？那为什么像左边啊，嘴巴张大大啊，我们赚钱这么辛苦的赚，这么用真的工作，但我们又要花钱去买这些细菌，然后到我们肚子里面啊，带来哀哀叫，再来不舒服呢？所以真的多吃蔬菜，少吃肉。那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蔬食，让自己吃得开心，也让他人告诉其他的人，蔬食也是可以这么好吃的。啊，其实想一想吼，人生啊，如果自己的生命过得很随便，那你内心常常就会被烦恼给左右。因为你自己被烦恼给左右，你怎么可以带给你身边的，或是你的枕边人，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工作伙伴，周边的人快乐呢？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生命，不仅你没有办法照亮自己，也没有办法照亮别人的状况下面，那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你一生这样子走过去，其实是很可惜，很可惜。所以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啊，佛在灵山，我们就很像在画面当中的啊，浮浮沉沉，飘啊飘啊，有烦恼就退啊，有欢喜心就进，就是这样子的被无名执着给进进退退。那真的，与慈济的年轻人这样一路走来吼，八九年，如果我今天哦，我没有进入慈济，我就是像刚刚的第三页一样，我整天玩，我整天吃喝玩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那我走入了慈济了，我相信我现在不是普通人了，我是慈济人，是大智业八大法印，有许许多多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掘。那我们人生无常，随事俱是，我们应该更把握这个人生去造善因，才不会上人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宝山而空手而回的遗憾。那所有的因缘，我相信都是我们做出来的，不是去拜拜丢出来的啦。生命中呢，我相信很多人一样都在工作，但是职业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工作，而事业呢是为了赚钱。有些人会想要找到成就感，想要找到一个地位，而志业呢是无所求的付出，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方向。那我相信人人一念心发挥
小小的萤火虫的这个光，行善如慈济，小行星般汇聚着这样子的无量无边行菩萨道，相信整个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会有爱，就会有善，可以扭转这世界的。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哇，宣芳，来，宣芳，您收掉您的简报好不好？然后同时在画面上收掉简报，哇，美美的在画面上。同时，请导播 take 我们主场的画面，给我们宣芳看她多好，掌声加欢呼，然后手来掌声先加欢呼一下，哇啊！同时让你的手指站出来，我们台北的绿玉师姐啊，都就讲说宣芳你好棒。刚才宣芳的一讲开讲没多久，我就过去我们导播那边说怎么样，你们觉得？他说哦，这个年轻人真的很赞耶。我说是啊，你看宣芳呢，可能对大家来讲，你看他进慈济就是十年，可是这十年他是稳扎稳打，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人家说什么叫资深慈济人，什么叫资深？有做才算资深。好，你看他可以这样侃侃而谈。我不晓得宣芳是不是口条本来就好，但是以前第一个时间认识宣芳是在蔬果生活志外景主持人之一，我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口条各方面，然后也知道她是一个插画家。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多少对他有点印象，也就是因为他来到高雄来协助我们这一个部分哈，所以呢我马上呢就邀约说，哎，宣芳，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我说我当然知道他在忙这件事，一定要忙完所有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才会请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也就是那时候的相约一直到现在哈，所以真的非常感恩。那今天果真的见识到年轻人的一个能量，所以加拿大的管心凌师姐啊，她写的非常多，但是我讲后半段。她前几天云端随师听到演艺企划团队的成员才华洋溢，人美心善，广结善缘的宣芳师姐分享自己勇于突破、乐于学习、精进不懈的改变，见证慈济传承有望，世界永续无穷。北京的周伟新就说：“宣芳师姐智慧啊，赞叹啊！”他写很多则，伟新。日本的四月份说感恩王宣芳师姐青春热血、口条顺畅、精彩自己的分享，从追求时尚、喜欢穿有破洞裤子的年轻人，到端庄素雅、穿上慈济志工服的慈济青年，一念之间的改头换面，因为看见鉴真和尚东渡传法不屈不挠的精神，深受感动，诚如一念之间的日月草间，更让自己勇于承担，做一个上人想要的理想人才。宣芳师姐一席话，希望能让所有人听见，一起来走入慈济的菩萨道。云南大理的杨云说，宣芳师姐犹如一朵小清新的花朵，充满阳光与正能量，慈济世界就是棒棒相接，传承传递大爱，照亮世界。周蕊欣就说，宣芳师姐完全理解上人，理解上人慈济路的宗旨，才能写出做出编排出这么多这么好的一个精彩画面。他们是企划团队，所以非常感恩。所以他在讲刚才有一段，他就是说基本上啊，站在大家只是来然后听到我们怎么说然后大家怎么做，可是他在讲我可以感受，因为我也是承担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大家在睡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都是要想怎么样隔天上去就要让他解套的。好，那慈济说，说慈济看慈济是不同的，但做慈济和说慈济并行才能知行合一。那这边还有方法，慈济就说年轻人就是要多站出来，你们做出来。我们高雄的苏美说，感恩王宣芳师姐分享，一线生好美，一开口大家都目不转睛，认真的听，故事很精彩，内容不只会吸引年轻人，大家也一定会喜欢，赶快要传出去。对，赶快我们按赞转分享，让这一段传给更多人。所以没错，真的付出不是拿出多余的，而是舍得分享自己拥有的，同感同感。实际路上没有棒棒糖吃的，只有自己激励自己，多喝清净的水可以激励到自己，也可以滋养更多
多人，因为水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感恩来自北京姚时金的一个分享，所以宣芳非常感恩您的带动，我们真的很希望。哦，柬埔寨的谢明勋说，感恩慈愿师姐及你们这一群有大愿力的年轻人，因疫情疏离的慈济年，由入境再再度把四年的慈济情再度的找回初衷，重回净思法脉慈济人间路，包括上人也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所以您在线上吗？或者是看回播？真的不要小看您的字字片语，我相信呢，宣芳他一定虽然是年轻人，但是他今天上我们的直播平台，应该没有去想到他第一时间可以来自跨国跨区的给他直接的一个赞美，是吗？是，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宣芳，谢谢。好，希望另有时空间的因缘，我们再续前缘，谢谢。也推荐我们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里，拜拜。你看年轻人打招呼就很不一样，那我们也来学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我也会，他刚才讲到去舞厅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值，虽然我没有长得他那么美，但是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去过舞厅的，好，只是我们那时候的舞厅是很健康的舞厅，跟现在的就是他们那一种摇滚还是不太一样的。 OK， 拜拜宣芳，再见宣芳，谢谢。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棒棒接力的一个时间了。那今天棒棒接力说慈济的时候，好不容易啊，我们的英翠莲师姐鼓起勇气，可是呢今天为什么只有一个人站台？因为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我一件事情，说老师你看我两条线。我说我懂懂懂懂懂。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就说没关系，那就明珠。